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无正己117。家人相曰，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这条出自于周易，这个易经啊，这个家人啊，就是易经一个卦啊，家人卦，普卦啊，这一卦呢叫家人卦。相曰啊，这个相传啊说，为人领导，父母或老师，时时保持言语真实诚恳，而且力行要有始有终啊。这个一条啊，这是讲啊，我们做一个领导，为人父母或者为人老师，这个自己啊要时时啊保持言语真实诚恳，以言有物啊。这个物啊是指事物的内容，它的实质啊，就是真实的啊，这个言语啊要真实要诚恳，而且呢行而有恒，就是力行啊要有始有终啊，不能半途而废。所以说要做了些什么事情啊，做了之后总是要有头有尾啊，不能啊没头没尾啊，或者呢有头无尾啊，这个就人家就不相信了啊。因此啊，这个也是诚的一个表现啊，就是表现在这个上面。好，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